完成嘛。好，我们就从第十四个部分嘛，传统领域的判断，对，是吗？对，好 ，OK， 好，请说。好，那个我们原住民传统领域就是我们自己原本的生活领域，可能包括我们自己的部落啊、农耕田地、猎场、渔场等等。那我就看了，就是上面原本写说法贡嘛，所以有这个植物叫文殊兰，所以是把法贡，然后作为一个地界。那我问了我妈妈，她说以前确实有，因为它那个熟成后的花梗，它烂掉在母株旁边会花那个花梗会有多长，它里面的果子就会掉多远。但是它那果实很大很重，它就直接掉在它原本土地的附近，所以鸟也吃不下，风也吃不走，所以它就在原地发芽，所以它就是一代一代往上生长，所以它不会乱长，所以他们，我们这些在海滨，这个叫做海滨植物，所以它不会乱长，也不会引起土地纠纷，所以它就作为一个很好的地界的植物这样子。悠涵，我问一下，你看得到我这个编辑的画面吗？看得到你的编辑有。哦，有 ，OK，OK， 有，因为我今天是只用电脑了，我那个然看不到后，你们的画面，但是我只看得到我的画面。OK， 有，好，继续，请说。所以他们会用文殊兰这个作为标界，然后别的族群不只是阿美族，因为它是一个海滨植物，所以它那在海岸线附近其实都会有这种植物。然后有的别族群的，像台湾族啊、大寮部落，我是上网看的资料是这样子，还有卢凯族等等都喜欢用这个当地界。哦，了解了解。好，对，小白老师有没有在线上？小白老师，有些是用石头，有些是用石头哦。用石头堆。老师，我想跟你们确认一下哈、哦，刚刚因为我听到那个佑涵讲把法贡这个字啊，那有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就是说一个名词是？比较是常遇的，我们可以讲那个吗？八发公案有这种话吗？八发公案，我们是叫做有没有？我们叫沙拉阿赞，没有老师没关系，等一下那个词汇你再跟我讲哈、哦。那个等一下老师你这个要等一下记得跟我讲哦，沙拉阿赞嘛。我的意思说，八发公是标界的意思嘛？他有没有说？标界的场所标的那个空间叫做 B8 发公案，有没有这种话？就是说我标界的这个场域叫做八发公案，或者是 B8 发公案，有没有这种话？这个叫什么区域？有没有？看其他老师有没有按照你们当地人说法，有没有别的说法？那个佑涵，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到把法贡，你那个这个动作是一个标领域的动作，对不对？它是一个种植文殊兰一个动作吗？哦，你那个八是种的意思，对不对？哦、因为它的词干是法贡嘛，之所以叫法贡，是后来音译是猫公、哦，他们在花莲封冰的地方有大量去种文殊兰，所以才会以这个地名为取名，对。OK， 所以你这个拔法贡比较像是米巴鲁玛读法贡嘛，就是种法贡的意思，对不对？对。然后这个拔法贡读安安鲁乌玛，就是种文殊兰成为地界，应该。OK， 好，没问题。小白老师有在线上吗？小白老师，有的，有吗？有的、哦，小白老师，你对法贡哦，上次听你讲一大堆的故事哦，你要不要补充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文献可以补充？我不敢拿哈、哦、啊，重要的就是跟那个刚才那个美女讲的，就是种那个东西作为境界啦，作为界限啦的意思这样啊，把法供的话，就已经种好了，就已经两边都协调好了，才种那个东西呀、啊。才种那个，就作为界限呐、啊。哎呀，老师，你的意思说，
你种这个东西，别人看得懂这个是什么意思吗？你刚刚的意思是对对对，看得懂。要是阿美族的话，都会看得懂啊。哎呀，古时候的人都会看得懂这个东西了。了解了解。自从那个开始种香茅草的时候才开始，大家才会有那个意思，说我种的烟叶到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作为自己的那个什么所谓的山坡地嘛。哎呀，他以前是没有借大家的嘛。是到后来好像民国之后啊，好像就把用这个植物，老人家用这个植物来种一个，哎，我的地方就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那个位置，这样给它圈起来。所以老师你这样讲哦，其实这个那个以法共当成是我们那个怎么间接是不是？对。界限啦，界嘛的这个界限的话，这个概念不是早期，是后期，在那个弥撒古岁的时候，是不是？对对对对对，才有的。对，这个其实是，所以阿美族其实是没有那么强烈的传统领域的观念，对不对？我只是后来才发现有这个东西，这样。哎呀 ，OK OK。没关系，等等你，是，请说。我说，因为刚刚那个这个就是界限，你这个它就传统礼仪，就是说我们在划线这个的一个名称吗？对对对，就是那个边界的，用这个植物来当界限，这样。哦，因为刚刚我问那个我的法弟，他说我们这边有叫做咖喱安安这样。哎，对啊，对对对。咖喱安安，等我一下哈、哦。有哈，加班。我先打你老师哈。啊，咖喱安安，咖喱卢法加古。哦，咖喱安安。哦，名字哦，咖喱安安这样哦。对，就是界限，边界的意思。Okay, 咖喱安安，哦，我懂，就是一个安安，就是那个名字嘛，对不对？对。我知道它这个构词应该是。米里安安、马里安安、咖里安安，对啊，它这是一个被用来命名的一个，应该就是用来做分界的概念。那个吴老师，你刚刚讲了一个词汇哦，我怕很快忘记，你先帮我讲一下。你刚刚讲那个词汇，你们那个秀姑兰阿美的分说法，沙拉善，哦，沙拉善哦，对。有没有喉舌音啊？有。沙拉尔善、哦、老师，你要不要解释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沙拉尔善是那个边界，也是边界哦。我跟你的之间有一条确认的两边的界限，叫沙拉尔善。所以有些时候是种，像我们的话，在我所知道，他们都会种一些植，比如说、竹林，比如说山上哦，都会种一竹林，说我跟你之间有一排的竹林，所以用竹林当边界，沙拉山。哦，真的有这个字，对对对，那个啊，沙拉山有一点就像隔间的意思了。哦，隔间了哦。所以沙拉山有很多种，有的是一条河。沙拉山姑娘那沙瓦那个沙地尼山，有时候是用堆石头，哦，有的时候是种种一些植物啊，比如说我刚刚所讲的竹子，在两边隔着中间两家之间的间隔种一排的竹子，沙拉山有时候是槟榔哈，哎这有的时候是槟榔。哎，槟榔哦，特别多的都是阿味儿。马里安安嘛，哎，马里。刚刚有讲啊，他说那个法弟说啊，如果他没有说一
一定是哪一个植物，他们就是讲好说，我一直固定就马里刚刚、达里刚刚跟固定，就以这个来当标杆，就是从这边就是来开始画线。哦，一定是对，是我特别查你刚刚讲那个字，就应该是你，它是以那个植物命名来当做它的界限嘛，对不对？对，没错，那个法蒂是这样讲。对，对的，没错没错。我现在在想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其他两个都有很明显的那个间隔的概念，那你这个是直接把那个植物命名成你的边界了，不管它是槟榔树啊，它是马法贡啊，它是什么植物，只要把它命名就是你的边界，大概就是这个概念。泰雅族也是这样子， okay, okay. 他们就是只说这个树就是我们之间房子跟房子之间的界限，我们就是以这个为主这样子。对对对对对，阿密也是这样。对 ，OK。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那个大部分都是用那个植物来当成我们的那个界限嘛，所以阿美族的领域观念还是有了。好 ，OK， 那个佑涵就麻烦你下一个占卜的地点有没有？我们阿美族会占卜嘛？那他的地点有没有特殊的地方，还是随地都可以？我们换金川老师啊，下一个。好，好，金川老师。好，那占卜的地点呢？哦，我们因为以前我们阿美族还没有信基督教跟天主教的时候，信仰我们都是用超自然的力量。哦，所谓超自然就是哦，吉高阿塞，它就是有如果说起来就是有像我们讲养小鬼的那个模式。哦，那它的地点呢，通常都是我们要去做法术的时候呢，哦，通常都是迪拉伊亚路或是哦山谷哦特定的地区哦才去进行我们的祭仪，所以才能跟神明沟通。我问一下那个金川老师，你是不是想要表达说阿美族是泛灵信仰？如果他去河边的话，可能他对象就是河神啊，去山就去山神，去海就是海神，你是这个意思吗？然后就会在做某种仪式、某种行为之前先做一个仪式，是这个意思吗？这也是其中之一。那基本上呢，巫师，我们以前巫师都是会认为说是有疾病或什么才去做祭祀，这样医疗。哦，它地点不一样，那看哦，高塞它所设定的点是在哪里？做祭仪这样。哎，可是你这个认知跟我的好像不太一样嘞。没关系，我们可以讨论哦。因为我之前有问那个耆老哈，他说吉嘎瓦塞哈，他们是属于吉嘎瓦塞是治病的那一块。那另外一个是朝外的话，就是有比较像占卜师，就是算命的那一种。他这两种人是不是有区隔啊？就是现场有没有人比较清楚可以回复一下，因为刚刚金川讲的话会变成有吉嘎瓦塞也会做弥尔绕的动作嘛，我想要厘清说现场有没有人知道。哎，我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可以可以可以。喂，我记得小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爸有带我去那个你说的那个占卜的，但是他占卜是在他们家里耶，他是用那个竹子哦，对，在家里，然后他的脚踩了一个好像底下有一个勾勾的东西，然后就两边抓那个竹子、啊、不能重复使用的一个竹子，然后他就这样子磨，然后就断了，然后他就去看他的那个断掉的那个形状，然后去占卜说，哎，你要问的那件事的结果是什么？这样，我记得是在家里，哎，所以占卜的时候，老师，我想请问你，你问的时候过程，他这个米老外是不是像我们现在想讲的那种算命的人？对，他就是占卜啊，就是说，好，譬如说，哎，我明天要出门，然后我想知道我会怎样怎样怎样这样子，然后或者就是说，哎，我要问什么事情，然后你去帮我占卜一下是吉或是凶这样子。嗯，我记得是这样子。哦，那我再问另外一个
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哦，那我们部落里面有没有固定的人，就像嘎瓦塞这样，有没有固定的一个人是做占卜师的，有吗？还是说大家都可以做占卜？没有，就那个啊，就那个人。然后你要事先跟他约，然后他就会先去采那个竹子，因为那个竹子有人用过之后，他就不能再重复使用，这样。嗯，哦，了解了解，所以还是有固定的一个人呢、啊。因为我们如果我听到的别族的比较多，你们听看看哦。比如说那个布农族的猎人啊，他们要去狩猎的时候，他们猎人本身就会占卜，他们就会去像你刚刚讲那个动作，他们也有，他们还有梦占，还有竹占，还有鸟占。那他们，我们阿美族有听过有人这样讲啊，但是我每次问我们的耆老，都好像都不是那么明显哦。那个高山民族这个部分比较明显。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回到金川老师，金川老师，因为刚刚你有提到那个。你那个巫师的部分，就是说因为我比较好奇的是说你这个资料齁是怎么会有跟巫师，那巫师怎么做占卜，你可不可以再说明一下下？因为以前我们其实占卜这个呢，就是我们基本上是由巫师来那个，因为他们有具备、我们所讲的灵性、所以他的就、他那个巫师也有分师父级的祭师，他会不一样。哦，师父级的叫做、阿依西赞。哦，等一下哦。好，你继续阿依西赞老哥。好。那个金川老师你继续讲， 我只是查一下。对。哦 ,AISIDAM,AN。哦。AN 哦。这个字比较深、啊、有时候字典查不到。有没有喉舌音啊？好像查不到，没关系，你继续讲、哦、我把这个字先把它贴，到时候我再去对那个。那之前呢，我有对那个词汇就是听哥哥他们讲说，以前我们的巫师他是有能力，就是等于说他。这是哥哥讲的啦，我没有办法去验证这个。他是讲说，以前他看到巫师在做法，或是去那个时候，他说他那个手那个会有一只手会去抓猪肉，他是这么讲说，以前是有这种这方面的那个他特殊的能力是这样。嗯，哦，所以你讲的这个动作哈，他的占卜有拿到。那个食物是不是就是吃的猪肉这些东西？对，是吃的东西。他说会有，如果说我们去供奉给他吃的时候，他说会有那个手、哥哥他们以前说，妈妈有跟他们讲过这样的事情，是这个我没办法验证了、只是听哥哥他们这样有讲过这样的事。OK OK， 好，那。现场有没有那个对这种那个占卜有过去有去填掉过，或者是有听过部落的长辈有提过的？小白老师，你应该有听过了。小白老师，你有听过吗？我这边是五光木拉，我这边发发。哎，请问这个说话的是谁？是谁？哦，松林。哦，松林大哥，松林。哦，松林哦，你是不是感冒了？你的声音我认不出来。松林大哥，请说，你请说。对，我刚摸到是被发发啊，做一次的时候用那个感冒药，然后再用酒这样发发啥吧。可是那个感冒药中文他在有讲榕树叶。哦，榕树叶哦。感冒药是榕树啊。OK， 这个就是他占卜的一个用具嘛，工具对不对？塞比发斯发斯啊，古。哎，古哥是发。啊。听我讲过了，这个真的是看不到这个发发，乌巴拉布埃沙。乌巴拉布埃沙。哦，伊拉古，伊，我这就伊拉斯卡瓦什奈乌巴拉布埃哈尼马多阿塞。
有听到哈？把它不爱你翻成，你帮我翻一下，把它不爱的中文是什么？把它不爱好像叫诅咒，诅咒哈。嗯，巴拉福埃乌赖，对的，有一点是那种嫁祸也可以。OK， 哦，那这个我，所以我等一下，这样我们可以理清我们的占卜是有坏的，对不对？啊，我们是不是有坏的占卜师？有哈，很像怎么会嫁祸别人？很像大部分都是坏的了，都是要对方好不好了，哎。大部分都是坏的、哦，哎，啊，大部分都是用那个巫师来解嘛，哎呀，啊，占卜，啊、那个占卜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很像是下蛊给你这一家啦，这样，啊，让你这一家生病啊，还有一种。只有一种的是那个打猎的啊，我们要怎么样啊？下降头了。嗯，嘿，只有打猎的那个，就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那个竹竿嘛，就是像那个右行讲的，把它踩在脚下，然后看它的那个猎的地方嘛，哎，断的地方，断掉的地方，对对，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也。他也会解释啊，那小白老师，我再延伸问你一个问题哦，那我们阿美族有没有像高山民族有什么鸟占啊、梦占这种？只是听说而已了啦，听说对不对？鸟，他就会有时候我就是有一首歌嘛，阿美族也有一首歌啊，他说听到什么鸟的时候。他就叫你回去这样，一次这样，他又把它当作一首歌。你还记得那首歌吗？嗯，你会哼吗？我忘记了呢。啊，真的、哦？就听到的时候还在，还真有意思了。小白老师，那哎，我用你刚刚说的话，我串成一个概念哦，就是说我们部落里面呢、啊，会那个。会做占卜的人哈，偏多是比较是，就是说，巴拉夫爱嘛，就是他比较是说让人家变不好，然后我们如果生病的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就会去找吉嘎瓦塞来解，对不对？就是他来帮他把这个造。我懂了，原来我们的是生病是认为是被别人诅咒。那我们如果要找医生的话，找吉嘎瓦塞就帮我们解开那个下蛊的坏哦。原来是，所以我们部落有两种人哦。那阿美族也蛮糟糕的，怎么会有这种特别巴拉夫爱的人？哦、大部分都巴拉夫爱。对啊，下诅咒的啦，哦、是什么的啊？这样，对啊。OK， 那我到了这个理解我们，凯明也有驱魔的，嗯，驱魔是不是吉嘎瓦塞的工作？也是啊，我们那边也有啊，也是嘛，因为我们那边、台东马兰很多那个拿香拜拜的，所以比较会常有这种的情形。OK， 了解了解。不过我们现在有厘清了啦，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阿美族的那个占卜跟高山民族应该不一样，不过这样一听起来还真的不太一样哎。对啊，所以我们有自己的那种米尔少外的那一类的人啊，那我们的他对应的角色吉嘎瓦塞嘛，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占卜的跟那个吉嘎瓦塞的概念的对应了，这样就很清楚了。好，谢谢各位的补充哦。好。我们第十六点、啊、那个金川老师还在线上吗？我把那外手米达拉卡莱诺，米达拉卡莱诺阿德玛库把那外，米达拉卡莱诺库拉卡瓦斯，哎，把那外手，米达拉卡放陷阱吗？哎，对，阿努米利卢卡库阿尼尼马里阿塞把那，我马里登埃阿塞亚兹亚布库。
Ya pukul, satu saya pukul, tu saya pukul, saya kira. Ah, upah lawai, angkura. Umita lakala inu kura kawas. Oh. Tansen. Hmm. Baik, cok acat tu. Eh, cok acat tu, cikawasai, wak acat. Yang ke pun ya. Betul, betul, betul. 这个就是我一开始讲的。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其实也有嘛，我们阿美族也有这种嘛，对不对？对，哎，对啊。所以刚刚那个不知道，不好意思，那个法蒂，你刚刚有提到一个，是不是我们有一个叫做一直都运气不好那个字，你可不可以再念一遍？啊，运气不好，一直一直猎不到猎物，那个叫什么？那个字怎么？我朱密，朱密，不是不是，你刚刚有念一个字。就是说很像去猎东西都猎不到东西，很倒霉，我忘记那个中文怎么讲。哦哦，你搬到外喊你说来呀，搬到外不是那个字哦，别烧外搬到喊搬到俺们的路搞过一都爸爸这么你搬到哦啊伊拉古塔玛伊拉古萨隆哈克亚啥搬到外古马里登埃每次都输掉。我知道你的意思哦。哎，有一个字很好玩，是说我们阿美族人呢、啊，就是说你，就是说你很倒霉，你就是什么东西都猎不到。有一个字叫什么，我忘记了。Nuts 是吗？谁会 ？Nuts 哦对对 ，Nuts，Nuts 对对对 ，Nuts，Nuts 猎不到猎物。Mahurat。马胡拉，对马胡拉，对对对，对了，我就是不是就是说共估了？我念我不阿拉伯文马胡拉，马胡拉，马胡拉，我不听马胡拉，阿瓦古塔马，马胡拉，啊，我们叫马伊纳，哦马伊纳族。U anai ku tak jauh kira sana, mana chan uno? Horat, iya. Horat, d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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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h. Horat, oh. Horat. Mainap sahut sahut, eh. Mainap sahut sahut. Mak wa ku mainap. Mainap sahut sahut, eh. Eh, mainap. Mainap sahut sahut. Mainap. Mainap.Hinat 有了，对了 ，Hinat， 哎，把 Hinat 拿来了，这是 Horat， 这是 Hinat， 对，哎，马扎 ，Hor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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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弄过来 ，Mahinat，Hinat， 好，谢谢法蒂的那个补充哦，我们其实阿美族也有那个啦。就是去山上狩猎的时候，放陷阱的时候，也是会有做占卜的动作了，也是有了。所以，我们虽然我们是比较慢进入到狩猎这个领域哦，但是我们还是有。好，我们进入到第十六个哦。好，我们请那个金川老师。好，我们娱乐的地方叫比萨拉玛岸哦，娱乐的地方。那基本上呢，哦我们。有传统的摔跤，这个摔跤呢，我在查有几个字，是一个是 bagel， 是它是脚力。那一般我们以前我们家乡的老人家到桃园来的时候，他们以前都喜欢看那个珠穆跟马场的摔跤，那他们都会讲说马拉勒夫爱哦，他就是我们以前都是有那个卡带，我们就去租。然后给他们看，他们非常的高兴。他说：“哦，以前的珠穆马场都是摔跤的代表。”什么？那个金川老师，你再讲一下你刚刚讲那个传统摔跤那个词汇怎么讲？我们摔跤叫做什么？马拉勒夫 ，M A L A L E F O， 马拉勒夫是不是？哦，这个是传统的词汇吗？还是外来语？应该是传统的、哦。
应该是传统的。乐父，马拉乐父，我这边补充一下，马拉乐父，我有查到说，南势阿美他之前他都是每年三月，就是摔跤呢，他叫做 Midlu， 哦 ，Midlu 叫 M I T E L U， 嗯，不是路，的路哈，因为那个蔡宗涵的字典没有 U 了 ，Midlu。哎，好像没有这个字，没关系，我本来OK。那金春老师你，还有一个就是对，那还有一个呢，叫马拉勒布，他也是 M A L A L E V U 哦，这真的是男士的发音哦，那一样就是勒布嘛，他只是是。马拉勒布，他们都会这样布，这样马拉勒布，对啊。那一般这个就是他们的乡公所，他们积极哦，他会找耆老，然后解说他们的仪式啊，还有禁忌，然后去教他们去应用慢那个摔跤哦，他有推、有捉、有拉、有闪、有按，他是五个技巧，就训练年轻人。嗯。哎，我问一下金川老师哈，因为你刚刚有提到我们那个就是老一辈的会去租那个珠穆玛场的那个卡带来看嘛，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阿美族传统就有摔跤吗？还是后来外来文化影响的？以前我们就有在部落的时候，像我阿公他就是勇士，就部落第一勇士这样，他以前在很像日记时代就已经有了。嗯哎，是这样，据我的认知是这样。哦，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啦，对对。那想请问那个，不好意思，就是想请问一下现场比较老的，就是说你们那个在你们的经验里面有没有看过？那个摔跤的，小白老师，请说。哎，那个摔跤的动作是日据以后才有的活动啊，因为以前我们的年轻人会拿那个矛啊，后来变雨伞啦、啊，后来呢，日本好像有加注这个要摔跤啊，嘛把把丢喊了啦，我们那边的叫把丢啊，摔跤啊。把丢啊，摔跤吧，把丢用脚去过肩摔呀、啊。嗯，哎呀，我不知道其他的部落一样不一样啊。哎，用锤的意思，丢哦，脚的动作。啊、所以这个词汇是老师你们还没，妈妈把丢。是。对，横向踢踹，这样差不多。所以小白老师，你们的以前摔跤是用这个词汇是不是？对啊，对啊。OK， 没关系，我先把它记下，因为横村阿美的，它主要是勾脚嘛， okay、让那老师你刚刚有，哎，啊，对对对，这个传统的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奥运的摔跤就是这样。让对方跌倒而已，没有要揍对方。那个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我们阿美族人除了，因为这边我是举例是摔跤，例如啦哈，但是不是唯一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阿美族的以前过去的娱乐，除了摔跤之外，还有别种娱乐吗？比如说吹口簧琴啊，或者是那个其他的活动啊，有吗？其他的就像丰年祭的话，除了摔跤，还有什么长袍，还有什么？哎，好像不知道那个有没有。到后来就有丢石头了，丢圆了。哦。喂。不过这个感觉是好像。都比较现代呢，后面你说长跑还有丢石头这个动作，对啊，对啊。那我们以前老师，你就你们的印象中，我们的娱乐还有没有别的形式？就是说，
比如吹黄庭啊，吹什么？我们不是有什么洞箫，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是我们的鱼。对，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都会自己娱乐啦，比如唱歌啊，跳跳舞啊，就这样而已呢。唱歌，比如说那个插秧插完毕，对不对？一些妇女在那边插秧完毕了，他们就会唱歌啦，啊，就喜欢在中间表演的就表演跳舞啊，就这样，就拿一些工具啦，就在那边模仿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模仿神父之类的，哎呀，就模仿那个工作的动作啦，哎呀 ，OK， 我了解了，就是白天工作的一些行为，他们在娱乐的时候会去模仿，对，比如说有人会跌倒的时候，他们会。用唱歌的方式呢，那个人就在那边再表演一次，让大家笑啊，就这样而已呢。我看到的，哦，有点是娱乐，就是有点戏谑的感觉，就是自嘲啦，就是笑也用嘲笑的方式来娱乐大众，这样。对对对，并不是说像现在的音乐啦，什么要有什么没有啦，以前大部分就有两只手，一张嘴巴，就这样拍拍手。啊，有的人就故意在那边跳跳舞啊，出丑啊，让大家笑一笑，就这样。我看到的是这样的。哎呀，早去。老师，那你有没有一个词汇是说自嘲的那个词汇？我们阿美族有这个字吗？就是自嘲，就是笑自己的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讲啊，我不会讲。那我。有没有这种词汇啊？就是幽默的话，我们叫幽默嘛。如果说幽默不比较不像的，就是对啊，有点像是说你就老师你刚刚讲说表演那个摔一跤的那个动作让大家笑，那个有没有一个词汇是在描述那个动作的？有吗？就是比如说自己。娱乐自己啊，自嘲 啊，有没有这种词汇？有吗？我大部分的人都会描写，我会讲说那个人他很幽默这样。我只会这样，就是说他很好笑这样子。对啊。没关系，我大概理解了，就是说我们阿美族人就是会用一些表演式的方式来博取大家的那个。娱乐、啊、大概是这样。对啊，要不然的话就唱歌嘛。好，没关系。我最后厘清一个词汇哈，那个金川老师还有在线上吗？有，嘿。金川老师，啊，刚刚你提到那个词汇哈，我想要在后面标注一下中文哦，就是那个你讲那个阿依西烂哦，那个中文你怎么翻译？他讲的是这个解释是属于资深的技师，也就属于师傅级的这样，最高阶的技师。哦，最高阶的技师，哦，那个刚苏贤跟我讲说讯息栏有啊，啊有我看到了，技师团之长，巫师的首领，哦，看到了，哦，那个运气不佳就是马提亚斯，哦。对对对 ，OK， 好，那谢谢金川老师哈。那我们第一阶段的讨论到这边哈，我们休息五分钟到7:48。第二阶段哦，我们由那个米莉老师这一组哈，请问这一组今天是由谁报告？凯明有我，佑寻 ，OK， 好，佑寻老师，好，那你们上次是，我帮你们调看看是到那个，哦对，就是那个瓦拉克，就是毒药，瓦拉克那边，对，毒药，是吗？对，瓦拉克，好，老师，那你们继续往下，
然后那个米、嗯、对萨比瓦拉放毒的工具有哈、啊、马赛，我不知道那个马赛是什么。啊，那个三妹老师写的放毒的工具叫马赛，马赛是什么？哦，有马赛 ，OK OK， 马赛是葛藤呐、啊，葛藤可以吗？葛藤哦，哦是葛藤吗？嗯，大家记对，马赛是葛藤。那个上次有讲过了这个，毒鱼藤叫大家记，嗯，对，下一个应该是那个。那个鸡啊鸡摇啊，然后那个赶鱼的工具啦啊，沙比鸡啊鸡赶鱼的工具，嗯，等一下等一下，对不起对不起，我可能移错位置哈、哦，害你讲错了，嗯，应该是要那个、啊，等一下等一下，不好意思，我先对一下了，我可能没有对到，应该是鸡啊鸡那边，对对对，嗯。对对对，这个，嗯，是哦，对，摇啊摇，嗯，那我们在抓鱼的时候的那个赶鱼的工具就是那个沙比吉亚吉，哈，就是用那个竹片呐、啊，阿沃尔，啊，用竹片阿沃尔，还有是铝罐叫。公共，他这边有写三个名称，旅馆公共跟当共啊、当当，还有嘎朗共，嘎朗当哦，嘎朗杠三种，都是旅馆啊。OK，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压力这个动作哈、哦，你们现在。有想到的都是那个金属类嘛，对不对？对，还有那个、啊、竹片啊阿沃拉就打水啊赶鱼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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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不起哦，我实在很对不起你们，到现在还在找在哪里。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我们的那个在第七吗？那个 FB 的，你在第七？对对，我看一下 F。亚基那个是叔叔责任哦，对我对这个比较好了，我先对 FB 的公告的内容，我再去对那个维基百科的叔叔的前面嘛，亚基对，嗯，我、哦、看到了，好，你再讲一个是阿沃嘛，对不对？一个是那个是另外一个是什么？阿沃，嗯。对，好，我然后就是那个另外一个是铁铝罐啊，铁是钢杠是什么？钢杠还有钢，不是他写钢杠跟钢杠，还有那个钢杠，还有一个叫钢杠，嗯。可是我们那边应该叫挡档才对，我们那边挡档钢杠跟挡档，钢杠是犁田，挡档是捡东西。是啊，钢杠是犁田嘞、欸。啊，也没钢杠，但是不好意思，我手上的资料是这么写的，嗯，挡档不是煮东西吗？钢杠是犁田，对。当当是好像就是那个以前我们都放那个石灰啊，阿妈在用石灰的装东西的那个铁罐、啊啊。那个应该是钢杠，那个我弄错了，对不起，我出现了。钢、哦、杠、哦、出现就是铝罐。啊，三妹老师，好了，当当好了，三妹老师，你换你来说了啦。钢杠没关系，钢杠是铝铁嘞。哎，对啊，你钢杠哎，现在是钢杠，我刚刚是写错的，钢杠，铝罐。哦当，所以那个米莉老师，你讲的当当是指那个放槟榔的石灰盒，那个盒子是金属类的，不是那个铁罐，铁罐子啦，铁罐的，罐头罐的。所以当当是铁，当当是铁罐子的意思，是不是？对对对，对，铁罐。哦，
哇，欸，老师，你们其实哦，颠覆了阿美族的一个字根呢。你们知道是哪个字吗？米当当啊，当当。原来我们米当当的时候，那个当当就是用铁锅，就是米当当啊。所以当当本身不是煮的意思，欸，是铁锅，欸，所以米当当就是煮菜的。没有罐，不一定送铁罐。对，当当是煮菜，当当是铁罐。铁罐煮，对呀，啊，罐头，我们以前的罐头罐。主要的，它在水里边都会出声音，都会出声音的啦，出的那个声音，出来的声音啦，米金金也是啊，米当当也是啊，米公公也是啊。出声音的，都是那种，都是靠声音的，就是用这样子形容的。对，哦，我懂，我懂了，哦，了解，了解。OK， 好，我们除了那个 hour， 还有当当，还有什么？嗯，还有法格洛，冰当，法格洛石头。我还可以要当当当当当，要改女呀？改女不一定还有那个什么，打就是。爸爸不杀人啊！爸爸不杀人啊！打个大屁。刚刚有人讲了一个词汇是什么？再讲一遍。爸爸不杀人啊！爸爸不杀人啊！哦，一个词哦。还有月桃哈，嗯，月桃叶也可以，是不是？月桃打灯啊，打路也可以，打路，不打路，来不打路。打路。打路，打路，哎，打路，潮啦，这个打路，我不潮，打路是 L 还是 D？ 芒草，芒草，牧草，芒草，打路是呀，你身上带，哎，芒草，它是芒草是呀，你翻不开，哦。哎，我拼不出来，帮我拼一下那个达洛赫和还是达洛，还是达洛？达洛的达洛达洛，哎，达洛的的，哎，哎，怎没有这个字哦？达洛 L， 是这个吗？是这个吗 ？L 吗？哎，对对，达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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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草啊，他讲的是杂草。个人的叶子嘛，反正杂草捆一捆也可以打了。对了，对啊，那个稻草也可以啊。妈的，阿西修，阿西修也可以拿来赶鱼哦，可以哦。来挡那个石缝的水呀、啊！对了，还是修沙比尔顿多呀，那侬那个沙比尔顿，沙比尔顿在后面呢、啊。啊、哦，对啊，现在啊，阿西修，阿西修嘛。对，阿西修，我们还没到，还没到，我们放在后面讲。阿西修，对，对对对，那个是用来沙比达发用的，对。好，我们赶鱼的话，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哈，有那个 hour 嘛，还有铁罐当当，还有石头 fagro， 还有 baba nu sarenga， 还有 dalu， 还有 lengat， 还有没有？
冷啊，是月桃啊。冷啊，冷啊，冷啊，也是月桃，也是叶子吗？对啊，叶桃叶，叶桃叶，是不是叶子？整个连，因为你要连那它的梗一起拿起来去斩啊！你用只用叶子，你就没有力了。你的梗叫阿萨瓦哦，对对对，阿萨瓦哦，冷啊！好，很难拼呢。冷啊！阿萨，书写的留言板那边有，书写有了有了。L L， 我看到了 L， 对，冷啊子哦，好，整根嘛哦，它不是只有叶子哦，整株，对啊，芋桃拿来用嘛哈，整株，对，有那个打水、啊，整根了，好，这样子，这样很多了，连茎带叶了 ，OK， 好，那个第八个哈、哦，那个这个我真的有点。这个当初我们这个字根这个动作有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我有点忘了。这边过滤海菜的杂质怎么过滤啊？过滤海菜的杂质，这个酸汁，你说的部分是抖一抖的意思，对不对，松林大哥？没有，是把让它就水分能够过滤出来，就是筛选了，筛选，就是把。放在那里让水滴，让水自滤水啦，要滤水，要沥干，把水沥干，叫收算。好，那老师，我直接问哦，如果我说五曼谷傻逼做，那答案是什么？我喜欢修，我男子啊，我干拉斯，哦，或是放在架子上也可以啊。那个叫萨达布斯，阿西瓦修，我懂。那个米粒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放在有缝隙的、有孔的，对对对，它就会顺着那个孔把那个水沥干嘛？是不是？对对，把那个海草的水就沥干，用干那时候是萨西瓦修，哦，还有萨达布斯。不是修啊修啊哈！这个修啊修，我们好像之前那个有吹带听过这个什么修修修啊修修修，中间加个啊嘛，对不对？对，中间一个啊，对。哎，可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是动词呢。你是不是要加个沙沙西瓦秀吗？是吗？对对对，沙西瓦秀，嗨。对啦，这个才是名词。要加一个沙。它翻成本基耶，所以我们以前。沙西瓦秀哦，是那种。是本。就是要塞米的那种都沙西瓦秀。哦，对呀，你长得很像本基，对对对。调查去，才修完修哦。哎，刚刚那个米粒老师，你刚刚说的另外一个词汇是什么？打 bus， 杀打 bus， 打 bus 哦，好，杀打 bus 是什么东西？它也是像那个塞，它也还也是一样杀，跟杀修完修一样。可是它是有缝隙、啊哦、类似的东西哦，对，它这边也写本机哦。它 Gabus 的缝隙会比较小。那我大概知道这个。OK， 比较小嘛哦 ，Gabus。对，具有塞骨子用的哦。嗨 ，OK。所以那个我问一下那个米粒老师哦，你这个。说这个动作哈，不一定是筛水哈，不一定只有那个沥干水，它可能把一些比较细的杂质也比较把它过滤掉，对不对？那要在水中去洗完秀才可以把那个小细的沙子可以筛出来。那要在水中哦，你说再放在水里面，
哦，我懂你的意思，我懂。那如果你看哦，那个米莉老师，你看一下这个蔡宗涵的单字哦 ，stubbornness 这个词汇啊，他第二个解释叫做具有这个字我不会念的，具有什么骨质的用途，是塞骨质的用途。对对对，这什么意思？就是可以把那个，就以前都用打米捣米嘛，捣米那个，然后那个鸡米的壳跟那个米粒能够分解以后，你要把那个那个骨质的壳要筛出来，就分辨出来。OK， 就要用 stubbornness， 嗯，然后甚至可以用那个 okay, 人家就。用炸大白象，然后甚至有风的时候，可以把那个很轻的壳就把它吹走，这样子。哦，风塞哦，那个叫风塞嘛，对对对，用风的力量。那那个，因为我哈、哦、听老师您这样说明哦，就是说米跟那个米，就是那个稻谷跟稻米分开的哈、哦，我还是没办法理解，它是利用什么那个？因为那个稻米跟稻谷，它不是差不多大吗？怎么利用那个孔把那个稻谷把它排掉啊？有一些是，有些就是用完全，他人家就是用完全用手感把那个壳啊，可以弄出去。他一直抖的话，会在那个轻的部分会在最外面，然后就把那个轻的地方就要抖出来这样。那完全是手工厉害的人才可以这样子做。哦，我懂你的意思。那我问你哦，那个稻壳跟稻米，稻米是比较重吗？稻壳比较轻吗？稻壳当然很轻啊，差不多空壳啊，空壳。哦，所以稻米比较重，然后它哦，我大概因为我想要理解说、那个、哦，所以他利用他的手腕的力量、那个、是。对对，把它抖出来。请说。哈达布斯哦，比较没有缝了。米达布斯，哎，用塞的，然后那个有另外一种的是把那个稻子跟那个梗啊，哦，给它塞的话，那叫肥袋啊，撒肥袋，有一个孔一个孔的。喂，袋哦。哎，肥袋，那个有孔的，那个哈达布斯是没有孔的，比较细小了。哎、哦，用筛啊，用手去转，把那个什么，那个稻壳跟那个稻子哦，给它分离。哎，那个是用筛的，还、啊、有一种是有孔的。嗯，就是把那个稻子跟那个稻梗啊、嗯，哦，把它先分离这个部分是要用孔的来处理的，嗯，那个叫。所以老师，你说有孔的是哈达布斯还是那个沙皮袋？皮袋，嘿，沙皮袋有孔的，对。对，那我懂了。啊，就是哈达布斯或沙达布斯是比较没有孔，皮带是有孔的。对对对对对对对。OK，OK，、okay. okay. 好了，很多了哈，没关系，我们不用那么多哈。我们那个上次吴老师去报告的时候，每一本书只要16000字哈，我们已经超过很多了哈，差不多就好了。下一个，那个拉嘎，拉嘎。米莉老师，下一个字哈、哦，是吗？我是不是讲错了？下一个不是拉干哈，我讲错了，应该下一个是什么？责任，对不起，下一个字是责任。点水呀、啊，是吗？对对对，责任。20。哦，责任，点水呀、啊。对，那我们现在在问的问都就是他的那个工具，沙比责任会带什么工具？挖镜吗？挖镜还是挖镜？还有什么？还有什么？K
可以用鱼钩吗？不可以，很像只有拔剑、啊啊、还是徒手、那個、也可以。丹麦哦，还有啥？还有啥？另外那个可以勾那个什么把章鱼的那种的那什么？这个好像是有类似的哈、哦，沙林阿威对不对？勾勾嘛。哎，沙林阿威。在讲一打呢。哦，一打那么。沙林阿威。在讲一阿威。对对对。阿威。沙林阿。哎，怎么没有这个字？沙沙林阿威，沙林阿威，那个 H 改为 G， 那个 H 啊，要改一下你的 H， 要改为 G。F 我没有 H 啊，有啊，你有沙林啊，你的 W 前面不是用 H？我们的画面是同一个画面吗？不是，对啊 ，L I N G A， 对啊 ，L 沙林阿威没有关系，我先打哦。好，我知道，可是我们画面不同步了。沙林阿威，对，没关系，我先打，到时候我再去校订就好了。如果你们有的话，帮我打到讯息栏哦。萨库拉威，我们这边叫萨库拉威。古拉威，好，看一下。萨古拉威，萨古拉威是，萨古拉威是满的吗？是钩住啊，萨古拉威是五钩的。哪里哪里是钩子？对，对对，钩子。萨古拉威，这个字里面没有。苏里达尔旺，还有了沙龙。OK，OK，、okay, okay, 我看到了。刚刚那个应该是那个什么 Elise 的声音哦 ，Sakura Wit， 这个我这样拼有没有错？没有错 ，Sakura Wit。我现在看不到你的画面了， okay, okay, 你的画面在 Stick 的章节那边卡在这里。我们的比较简单 ，Sakura Wit。没关系，我再分享一次。现在网络比较慢了。嗯。好，小白老师，你叫什么？沙冈卫，沙冈。对，沙冈一。沙冈是不是？勾东西的，哎。沙冈，你也没有这个字，你们的字哦，蔡东涵都不知道啊。沙冈一，哎。沙冈一的，哎呀，钩子。OK。老师，冈一是不是龙啊？啊？冈一是龙，没有错。啊？什么东西？钩子怎么讲？骂了吗？喂喂。沙库拉威。沙库拉威。嗯，沙阿威，沙阿威，沙阿威也有哈、哦。OK， 我看一下啊、哦。凯明，我这边没有画面，你们有画面吗？我们没有画面。啊、真的哦，可能是网络太慢了，真的。我最近我的网络很慢。我再分享一次哦，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改吧，没有办法。记得讲一次龙。哎那个松林大哥，你刚讲说那个小白老师那个叫沙古沙古拉卫哎不是沙冈一，冈一沙冈一是龙是不是？沙冈一是龙哎，鼠牛虎兔龙那个龙啊。我问你哦，钩子叫怎么讲？
马那么古拉维坦那么哎萨古拉维坦呀萨萨利阿维坦呀们啊阿维坦呀是呢三阿威也可以，三零阿威也可以。对。刚刚 OK， 我看到了，有看到画面了吗？有。刚刚那个我法弟说啊，刚刚那个两个说那个捕抓的方式不一样，松林大哥讲的那个啊，跟那个叫做什么？沙古阿威。跟这两个的对抓抓的方式不同，这样。对。对不对？多的方式不同。好，我上面那三零二位多，苏丽达、阿旺都可以了。好，没关系，我们来。我觉得有一些词汇哈是方言别，因为它长得很像哦。你看哦，第一个像沙龙阿位，跟沙古拉位，跟沙林阿位，跟沙嘎，跟沙阿位，这几个字应该是。方言别的问题，对，好，那个刚刚Elise有提到一个概念哦，有一些动作不一样哦。那个松林大哥，你海边的，你说明一下哪一些词汇它的动作是有差别的，你说明一下。三阿位就是勾那个苏力大啦、龙虾啦、阿旺啊、哦、这样子，用勾的 ，OK。好啊，你刚刚那个。小白老师的那个龙呢？沙嘎沙嘎 ，knit， 把 knit 勾起来，然后怎么子？也是用勾的，对、哦，也是用勾子啊，所以一样的意思啊。对啊，那个美老师，我有听到你的声音哦，你们的是什么？三阿 wit 是不是？哎，三阿 wit， 三阿 wit。你的妹也是用勾的吗？对对对，也是用一样勾的，两种啊，沙鲁阿威或者是沙阿威啊，越讲越不像沙阿威。那都是方言呗，沙鲁阿威，没关系。对，沙鲁阿威好像都差不多，还有沙古拉威，应该是方言别了。那应该是差不多都是勾的，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总而言之都是用勾的方式嘛，对不对？好，那我们除了用勾的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就是潜水的人他有用刺的吗？除了拔镜之外有没有别的动作？你的不用徒手这么抓你不只用手用杆脉就对了，对，杆脉，对，哎呀，那个啥出租啊，好，沙猪猪上次有讲到，哎，对对，上次有讲到那个沙猪猪。老师，你再讲一下沙猪猪的那个他的那个长相哦，稍微记得，跟长毛差不多啊。哦，跟长毛，对对对，好像是哦，对，鱼叉啦，长毛差不多、啊。那前不是有什么三叉嘛？不是三叉，对不对？是单叉，对不对？单叉的，对不对？对啊，在猪猪吧。嗯，这个上次我记得信念有提到说三叉是在河边的嘛？没错，海边也用到，海边也用得到。嗯，不一定要用单叉跟三叉的都用得到。嗯，三叉的怎么讲忘记了？谁会还记得？也叫八镜呢，我们那边三叉的也叫八镜哦。哦，哎哎，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就是那个要比你了，给你加一个橡皮，用手的啦。对啊对啊，用橡皮，电动或是用，哎，然后再加个橡皮这样子拉起来，然后放掉的话，那个，它就会刺出去。那个海岸线很，哎呀，八镜啊，对对对，海岸线很多啊，我们那个部落就很多人有那个工具，直接手拿的就好了。OK， 这样也不错了，蛮多的了哈。
好，我们再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那个我们刚刚大家已经有提到那个达米达发这个动作，我们就这个，我们就米达发这个字哈。伊利老师，你们有没有准备这个字米达发？米达发，达发。马福吉尔加古多达发，达发。我法律这边可以提供打发，对，是把那个水堵住嘛？对呀、啊，谁可以讲？我们这边有打发，那个我法律是说，啊，法律阿多伦，你打发，阿多伦，阿多伦哈，用石头是不是？对对。OK， 还有没有？还有石头，还有没有别的？米达发，刚刚有用那个什么？你说叶子？哦，爸爸喏，稻草。稻草。哎呀，什么？稻米烙，巫婆鱼。稻米烙。嗯。哦，巫婆鱼哈。稻米烙。稻米烙。哎。打发芽。打我的名字的助理，爸爸努保利，爸爸努保利，沙达法，香蕉叶，对、哦欸，你们再重复一遍哦，我打比较慢呐、啊。刚刚有那个捞一捞，姑婆玉怎么讲？姑婆玉怎么讲？捞一捞。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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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哦哈，有没有？L O H O， 哎，哦，没有呢。没关系，我先打。啊，看看。罗罗罗不对。L O H O D E。L O H O 没有啊。罗。哎呦，看到了，罗霍是不是这个？罗霍。对对，香蕉树。罗霍。罗霍对。对，罗欧，罗欧 ，H， 罗欧，你们的念法那个方言别比较不一样，没关系，找到就好了。好，我再复诵一遍哦。那个巴罗，那个应该我前面会再加那个巴巴努巴罗，这个是什么？我忘记了。草啊，草。巴罗是什么？一般的草。打落不是把落，哦对嘛，打落是什么东西？草，任何草都叫打落。OK， 那
宝利就是那个香蕉叶嘛，毛干的叶子。宝利，干的哦，对对对。那第二个是巴巴努宝利，是就是那个香蕉叶嘛，对不对？对。不过好，再来是一个。我们都一般都讲罗曼，慢了、啊，没关系，老师你后面有，后面有，后面有，对。我现在要确定每个字哈，那另外一个是拉维绕姑婆芋嘛，对不对？嗯，姑婆芋也是用它的叶子吗？对对，是不是？对， okay， 用叶子。好，再来是秀姑兰的达法亚，达法亚也是达法亚用它的叶子吗？那个后面 A 后面要加 R， 达法亚。哦 ，OK， 姑这个也是姑婆芋是不是？哎。他这个是 L 呢，你们是不是这个字？达法亚，没关系，我先写 L， 好、哦，也是姑婆芋嘛、哦，也是用它的叶子嘛，对不对？对， 对，没有错。哎，拜拜。好，这个是小白老师的那个香蕉树 ，Luot， 对不对 ？Luot，Luot，Luot， 对吗？对，好。我们先这样子哈，不错啦，就蛮多的。原来我们在做那个米达法的这个动作哈，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堵住那个溪水。我一直以为只有石头的，对啊，还有竹，还有那种，我记哎，小白老师，你们在做那个合计的，我记得你们是用那个呢，是不是用竹子啊？有啊，是什么？那个水。会到那个腰部嘛，吼，因为堆石头的话可能会要堆很多啊，所以要用竹子的，对对对，用三脚架，然后再从三脚架那边，哎，你说，我现在要确定说你们是用你也用竹子去挡水嘛？那个是什么竹子？就那种贵竹都可以呢。哎呀，那个石哦，是吗？贵族都可以，然后用石头来支撑，这样让它的高度、它的深度能够比较多一点，这样啊。OK OK， 好，没关系，就是有竹子，好也可以，反正、就是、好也可以哈，好，对对对，那就还有矮石秀，就是竹子比较多了。任何竹子都可以了，竹子都可以。那石秀会不会太轻了？啊，这里都爸爸都包你。对啊。啊，对了，应该我知道了啦，应该就是。对对对对对，应该就是石头加这些植物啦，应该是要一起用了，不能单单用。对对对对，麦豆。好，那个谢谢各位哈，那个你们的。很多声音哦，我的那个主语能力没有那么好了哈，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八点，我们这一组的内容。南明，是，好不好？不画面。南明，你看一下 LINE， 我有传那个档案给你，因为我们新的报告内容在你那边。因为我想说，如果是我分享的话，你那边不好作业。OK， 好。然后今天美慧老师有寄一个给我啊，一样的嘛。这是我们后来再新的。OK， 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下载了哈，我来分享一下。谢谢。好，我们这个时段哦，现在8:33，我们请那个。美慧老师，你们这一组来说明一下你们今天的内容，有看到画面吗？有看到。那我们一样，这一组就是刚刚是哈娜要报告吗？我。好，那个阿丽老师来报告今天的植物。嗯，对，这个是刚刚传给那个，有听到吗？有听到吗？有，很清楚。有。有。好，来，
tunaraya gaku amilato ha pakakana kamunan ila kulamian aku kan sawai dan sawai misenglai a yense ah, 这个就是我补充的我们从最前面开始看，可能后面我可能还要再重新再整理这个资料。对，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讨论的。可是我看了之后，因为之前都是美惠跟三位同学老师在忙这一个，然后他们就说最近太忙了就丢给我，然后早上就稍微看了一下，所以我就从上面这样子乱。所以我刚刚看的那个野生的苦瓜昨天我有吃，然后本来照给你们，因为想说礼拜天应该你们也没时间看，所以我补充了一个解毒跟御寒跟解渴。你呢，这个野生的果哦，这个是我补充的哦，因为我没有全部看完，因为大部分这些苦的东西都是退火啊，固肝降血压，的确还有利尿。对对对，所以我补充的大部分就是消肿啊，消炎啊，解热。好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绿色，这个就是美惠绿色的字是美惠今天老师补充的。好，我看一下那个菜还没再拉下来一点点。哎，五年呢，这个是美惠老师他补充的哦，这个五年跟他为啊迪丽。好，这个紫贝菜就是我刚刚对，因为老人家讲说过那个老五年那紫贝菜你切这样子薄哦，也不盖书你就涂抹这样子，隔天它就会结痂，一样都是一样有解毒跟消肿的功能。好、哦、消毒的功能。这个兔儿草这个菜也是一样，我听到你的根部好白章跟你说包括你打当当跟顺便煎，就像那个中医讲的煎药，然后治皮肤哦，去哪里读哦，治哎、欸、有没有这个我说的对听到吗？阿里阿里那个绿色的是那个秋美写的哦，绿色，哦，对对对，秋美，那你讲一下这一个，你讲一下这个虫那个芒草心，哦，虫是芒草心哦，芒草的茎有利尿散解毒的功效嘛，然后那个秋美就有补充说，吃了以后它就，有你来讲你的止血的部分、哦、那个，没有，因为我上网查的时候，他是说那个。绝烂子就是根本哈，然后放在伤那个伤口上就可以止血伤。我是看到网络是这样子写的，那我就觉得好像没有，我还第一次真的是看到那个，因为之前我是没有经验过，对，因为之前我们有填掉过这些植物，所以这些大部分，因为上个礼拜有讲过，就是 Angelica 啦。大部分都是解热消炎跟就是腹痛，因为这边都有血嘛，对不对？地瓜叶这些大部分大同小异，这些等一下安德莱拉登苦的菜。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我补充的那个木鳖子木鳖果，来开明看一下。对，这个因为上个礼拜他们有写说这什么字啊，然后消毒跟痔疮，对不对？对不对？然后我补充了一个就是消炎、对，消炎跟毒蛇咬伤的时候，还有淋巴结炎，这个都是我们之前填掉我去翻书看的、然后我再做补充，对，我再做补充，我没有看网络的啦，我不知道，然后之后可能我们还是会再整合一下我们这些菜的那个它的那个功能，哦，可能有漏掉的。好，来继续了，我们看再滑下来。我们上次是加到哪里？加到哪里？这个我还没有。第六，我看一下上面。刚刚才刚那么好。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零头心，因为我们上次很像有讨论到这里，对不对？哎，零头。你那个打了零头心吗？打了在，打了。现在是在哪一个？再下来，再下来，再下来。我刚刚有看到零头。打了在是不是？
看到了林头果这边是不是？对对对对，因为这个绿色补充的应该都是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的，然后还有其他老师应该是上网去查，还才补上去的。好，我们从那个林头果这个，因为我们有经验哦，吃它这个果实是长个呆，如果它是跟那个达拉寨一样，跟那个凤梨一样，凤梨比最它是一颗一颗的，它的果实哦，它黄了之后一样，比最按你说讲的什么吃了买买带五凤梨，可是满大街它半熟，它会痒痒的，长个它的果实啊，它的这个心呢一样，就是他们讲的哦，它会刺这些，就是这个阿带。阿呆就是肝嘛，会发炎的，还有肾水肿的。听说吃这个，因为它是有点凉。可是这个零头心，如果你没有煮的很，因为它很容易嘛，铁质流失，容易嘛氧化。那你如果你摘了之后，你要马上直接用那个盐水去浸泡。如果你没有浸泡的话，它就整个就是它的头是黑的，拐丁哎都，嘛黑掉了，会黑掉。拐丁都，好了，干。好，这个水芹菜。其实应该都一样，治血压。你们吃芹菜应该在网络上，你们应该也知道嘛，对不对？利尿解热，这个都是补气，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反正就是植物，应该都是就大同小异。好，来我们再看一下。好，这个虎爪豆就是那个高古优，它你这个一定要穿烫。虎爪豆高古优这个。肥猪豆也叫搞骨肉吗？这个我就不知道，因为我知道这个虎爪豆它是一个搞骨肉，它是一个豆类，然后它可以拿来腌汁，加那个牛皮，好，嘎多，我嘎多努咕隆，哦，或者是因为如果你没有煮熟的话，麻的骨什么，哦，麻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毒了，可是我们没有。我知道我们之前小时候我们有生死这样，我电么有点被电到的感觉，我们那个舌尖啊，所以他这边有写说麻醉的作用，生死。可是这个虎爪豆，它那个你要穿烫的时候，它的外皮是不能吃，因为它有毛毛的，你要把它剥开。哦，我们最主要就是吃它里面的豆子。哦，这个也是腌制品的其中之一个。之一可以就保存放在以前没有冰箱嘛，就是全部都是用腌制的。再把咱们咕咕拉心，还有辣椒，这个都可以，这个都可以。好，这个辣辣。加的粉吗？的粉。的粉对，可以，对对对对，的粉可以，这个都可以。那没忙挨嘛吃嘛。嗯，就这个时候嘛，五月份噶佛罗汉就是这个季节，梅雨季节。所以为什么叫做噶佛罗汉，就是我们的季节交换的时间。所以很多阿达古玛阿达拉埃玛格菲埃，不是怎么讲，就是很多那个流行病谈过了，就是类似我们的那个马里风。可是五月份这个时候也是很多的那个不明的那个病源，就是嘛肠病毒，就是这个时候。对，忽冷忽热，对老人家讲说，这个五月份就是季节的交换的日子，所以他们讲说噶佛罗汉，噶佛罗汉，也可以讲说是噶德不安，噶德不安就是这个时候，所以你们讲的德福刚好就刚好给他接上去。豆类我们也知道女性嘛，吃红豆可以去水肿，我印象里是这样子的，可以，可是我不知道其他老师有没有上网去查一下关于这个豆，因为他们。怎么讲，高蛋白加高嘛，对不对？多吃豆类。好，这个素豆也是一样，素豆哦，清热解毒。可是有一次我们去上那个盖世英雄那个圆明台的一个机制的节目，他们讲说素豆是一个威尔刚，我是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是答错哦，要问男生是不是素豆，是不是威尔刚。吴连成吴老师啊。对对对，找答案可以问吴连成老师，因为我答错，因为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威尔刚是那个打多根啦，结果我答错了，结果是素豆，是威尔刚，我们阿美族的威尔刚哦，要问连成老师，所以他就有这几个清热解毒啊、补气啊、止血、止痢嘛 ，bias， 哦 ，bias， 豆类的。
好，其实还有很多我还没有去把它把这些东西哦一个一个补上去，所以辛苦这前面这几个老师。好，这个你们应该有看过这个罗世炎父母对不对？他这个叫不是我上网去查，不是上网去查，我看到那个谁南斯阿美他们叫 Aros， 我们叫 Aros。南斯阿美的是什么方言？对，应该是方言。我们的叫 Feroz， 他们叫 Aros。Aros， 可是对他们说以前阿拉古古古马多阿塞达拉伊罗多，嗯，乌尼南古古吉拉那拉好阿吉，然后他们这些，如果他们是在山上，如果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的话，就是怕我们亚马巴达耶多达马阿里。就是死掉的那个动物巴达耶多达玛，然后他们就会用这个灵石做，就是涂抹在那个兽那个猎物的身上了，就是防止它会臭掉，因为它是咸咸的。好，五年呢？防腐剂。对，嗯，对。这个是植物吗？对对对对对，起来。是植物哦。嗯，你们没有吃过吗？你起来。长得怎样？长得怎样？嗯，那是用在可以当那个防腐剂，可以做那个造林用的。古尼南吉朗环保，这个造林用的。嗯，对对对，迪拉鲁多鲁多干，古尼南云夫木，它是生长在山上就对了。还对，查一下。嘎吉吉拉阿吉吉，马鲁菲斯古古亚尼拉古鲁塞尼拉，它是整个一串一串的。有果子吗？有果子吗？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啊，就果子啊。嗯，你呢？应该有啦，在咖啡呢。应该是有看过，对不对？阿吉吉麦，算是，所以它的名称叫。它是什么？是哪一个？阿吉吉果子吗？吉啦。嗯，还果子，对，果子。伊迪拉伊鲁多鲁多干古尼南号，好，我们再看一下。不见了画面，那要摘什么 来用那个防腐剂？哎，维尼呢？爸爸你啦？对呀，亚鲁塞尼啦？怎么还没打进？阿金呢？阿金呢？阿金来？嗨，阿金。如果有时间回去的话，我们可以再去山上看一下，然后再照给你们。它的籽很小了，很小个，很小粒。有啦，我们对比卡鲁丹比卡鲁是。是龙舟比萨巴张安，我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好，对对对，好，对对对，好，下来，其实还有很多这个都可以写上去的。我看了就已经吃饱了，因为我今天的晚餐就是那个达利卢鲁卢鲁，那个芋头梗吗？梗吗？我都有。鲁鲁鲁鲁就是它的筋嘛，对不对？达利就是那个嘛，芋头。所以他们讲说，米尼能多噶买米西拉登，或者是米当当，阿努马夫吉拉米当当，长个长，会痒，长个长个对对对，我的不会哦，我的手不会痒。对，所以老人家不会有的人痒。对，我们一直以为老人家嘛，多噶米沙夫，哎，比当当上不是，因为他们会，他们说米尼能多噶买阿米当当，啥吉拉阿努，达底还有噶买米当当，你再怎么煮，它也是会痒。对，阿丽请示。刚刚啊，我有问到那干的芋头筋啊，叫你们有查到吗？扎黑，我们的叫扎黑，那我们也是一样扎黑。没有扎黑是它已经晒干了，拿去腌的那个我们的嘎咕肉豆子，还有那个牛皮都可以加在一起。加在一起。刚刚老人家讲对了，对。所以我们的那个芋头筋就叫鲁鲁是吗？芋头筋。它是还没晒干叫鲁鲁。哦，好，还没有煮那个叫鲁鲁，对，筋，然后嘛，巴瓦利埃多那个叫扎黑，它哪里好吃我也不知道，很硬，很像口香糖。沙乌沙巴扎莫可能是加味道而已。嗯，加那个蓝牛啊，就是刚刚你讲的那个的 for。哦，对啊，吉姆山也是有加扎黑在里面。对对，扎黑。台东那边都会加那个古拉信啊。对不对？就是花生、竹笋，还有这个还有那个辣椒，对对，
就是这样子。好，我刚刚这个，我上次回去母亲节有回去，我照的这个落葵，它就是你们讲的那个怎么讲？亚加鲁比埃是不是？加鲁比埃这个落葵，对对对对，米拉拉塞。我上次回去有照给你们，它那个果实有没有一粒一粒一粒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有点就是消肿，降火气，治便秘。干么扔几啦？干么扔？古尼娜落葵。落葵。嗯，对。好，我再补充一下，你们有听过那个吗？布苏蒂。你们有听过吗？没有。没有没有，可是我还要去查呢，因为我不知道它的中文。这个布苏蒂其实很常见在我们伊迪尼伊平地，它也是一它也是花，可是我们老人家就是取它的嫩叶，老人家会讲说马达高高过都忘记翁伊勒努阿乌斯，他们就会煮那个什么那个叶子。那个布苏蒂，他们想吃那个瓜牛的那个黏液，可是他们又没有空去捡那个瓜牛，他们就会找那个植物叫布苏蒂，就类似，可是它很苦。好，我明天去学校看一下有没有，我再照给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布苏蒂，你先打开名布苏蒂，先看一下，嗯。要拍照才知道。对，我明天在拍，因为我也不喜欢吃，因为老人家就是喜欢他的那个苦，哦，可是他就是有那个黏液，就是我们的熬加瓜牛了。加油！你们的瓜牛怎么说？祖母疙瘩祖母粒。对，疙瘩祖母粒，我们那边的叫熬乌斯。这边是熬乌斯。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应该是有点，我在传达给你一个单字的时候，本来是嘎达祖母粒，很像到了那个太原那边叫嘎达子，他们那边叫嘎达子，对，我们叫嘎达，对对，嘎达，有的叫嘎达祖母粒，然后到了山上那边就叫祖母粒，所以嘎达祖母粒它就分三个都叫瓜牛，可是我们那边就比较特别，我们那边就叫阿乌斯，应该是你们没有听过，只有我们对祖母粒，我们白山岸叫阿乌斯啦，哦，有的叫嘎达，没有听过呢，我们都听，啊，都讲祖母粒而已，有的叫嘎达，没听过哎。那路曼格路阿乌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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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以为是吉拉的名字。像美丽他们那边叫嘎达斯嘛，太原那边的有的叫嘎达祖母粒，对，祖母粒，祖粒是吵架了，顶嘴，把祖粒顶嘴不一样，不一样。可能那个喉舌音呢，没有打到喉舌音。祖母粒，我们祖母粒，祖粒，哦，我们的祖粒是，你有剩下的钱吗？顶嘴吵架哎。吵架，对呀，杂朱丽，杂朱丽，对，可能是喉舌音吧。哦，对了，这个有喉舌音，有哈，哦。好，因为我今天在学校，我只有补充的那个阿力克，这些我可能我想问一个问题哦，阿力克，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刚刚说那个老人家想要吃那个什么蜗牛的黏液啊，这个，吃不到，他就会，对对对对对，他就会吃布苏蒂。哎，我很好奇，印象中我妈妈每次都把那个黏液去掉才拿去煮，哎，怎么会有人吃那个黏液？那个黏液有什么功能？很好，就是有它的味道，你不懂，老人家就是觉得那个就是营养就在这里。他就是要吃的等阿赖了哦。对，他们有人说，有人说他们有按固位啦，对，固位，固位哦，哦，对，那个固位的，固位的，抹掉味乳。他们也不想要吃那个瓜牛，只想要吃它的那个粘稠的那个东西，就是马达高高过过，斯卡古马南高过多尼勒诺诺卡祖母粒，他们就会去采，因为很近嘛，可以找得到这些植物，不输给。可是我也不喜欢，因为很苦，嗯，很热，
比这些龙茶要太苦了，我不喜欢那个味道。可是他就是有老人家就是喜欢，就像你讲的，你妈妈喜欢那个鼻涕，鼻涕，因为它是固胃。对对对对对，好，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今天的补充，可能后面我再整理一下，因为我看，因为我们的弄得太乱了，因为它有分茎类跟叶类，还有因为我们的已经打散掉了，所以我这样看会很辛苦，哦，所以我可能要重新再整理我们这些我们的作业。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给各位的，还有这个火炭母草，我们这个也有吃过阿鸡精，这个，哦，这个嘎噜嘎噜什么嘎噜沙爱，嘎噜沙下面这个，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们的零食，阿鸡精。阿吉吉麦哈尼达，你们没有吃过吗？阿吉吉麦吗？哦，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那个茎嘛，就是那根茎。它的叶子也是，它的果实也可以吃。果实很好吃。以前我们小时候的零食啦，那个，对对对对。那个不是都拿来沾盐巴吗？然后酸的要死。它的叶子可以，我的口水已经掉下来了。好，这个一字米也是嘛，我们讲的秋海棠。对不对？因为它是处于在湿地的地方，阴凉的地方，我们最主要吃的是它的茎部，好，阿嘎歪尼拉，然后还有米杜利斯，就是剥开，然后我们取里面的，它我们的那个动作就像我们在剥那个米西拉邓都地瓜叶，有没有？我们要最主要的就是它的茎，对，然后一样很酸，这个秋海，我们的海棠，秋海棠。可是他这边写阿吉吉麦，我们那边叫一浸了，一浸。哦，这个都是处于在阴凉的地方，还有像我们以前小时候，我们老人家去山上去米龙个子，以前的龙个子很不容易取得，一定要去山上的，因为我在平地这边没有办法种植那个藤心，所以回来老人家就会拿这个一浸得来补益。你那这个也是我们的那个了，它是碱性的，不是酸性。它很酸，可是它属于碱性的一个东西。你那一针，对对对对，深山里面，一路都很深山才有，这种植物，对，酸酸的，对，阿吉金，小时候的那个零食，去深山的时候都会吃这个，对啊，对，我们这边是零食，阿吉金，阿吉金，对啊。小时候没有吃槟榔灰嘛，咖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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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喱嘛，我以后，我吃槟榔灰，吃槟榔咖喱嘛，哎，啊你多少位都过来要发廊子，哎呀，海明，我的报告就这样子，好，后面我们继续再完成我们还没有完成的作业，以上报告 ，OK OK， 好。哎，我有一个问题哦，就是你刚刚讲那个水炭母草嘛，它那个这个阿美族的命名叫做嘎鲁塞耶，是鲁萨，不是那个吗？眼泪的意思。对，这不是它这个是它为什么嘎鲁塞耶？它的名字，它的意思说这个植物它本身会流出眼泪的意思吗？为什么要这样命名？小时候都听这个名字呢。我所知道的，老师你知道那个老师，我问你们，那个立克老师，这个的它的味道是也是酸酸的吗？很酸，就是跟那个上面这个 Azim 一样。Azim，所以我们流眼泪的时候眼睛会酸酸的嘛，是不是？那就是用这样的，所以我们没有称它为老师，我们都也我们都讲说 Azim。那个卡鲁塞，我所看到的。喂，我那个，小白老师，你补充。那个卡鲁塞的是，因为那个它的梗里边哈，那个尾端那边比较软哦，剥开以后啊，如果说那个眼睛里边有那个什么什么跳个眼睛的时候，都是用那种草。来去弄挑那个眼睛里边的东西呀、啊，
所以他会一直掉眼泪、哦、因为他很酸就会一直掉眼泪，而且挑挑那个那个眼睛里边、啊、那就很好了。哎，不管是虫还是什么小东西啊，跳到眼睛里边这样哦，他们就会用那个伽罗扎艾的那个尾端哦，比较软的啦，一样把那个皮哦，梗的皮给它剥开以后更软，然后用那个来、嗯、来挑、嗯、挑眼睛的眼睛里面的东西哦。所以啊，我就在讲，我说难怪会掉很多眼泪啊。小白老师，我问你哦，那个我们叶种那个包霸掌那个叶子是什么？是贵族吗？马祖。好，你刚刚讲的挑眼睛那个，我们是用竹子最尾端那个尖嫩嫩的，就像你讲的，就是拿那个嫩嫩的来挑眼睛，因为里面有东西有虫，对，就是用那个来挑。对，我知道你讲的那个。是这样哦。对，我们是用竹子就那个最嫩的那个尖尖的那个地方，刚发出来的，然后老人家就拿，对，因为那是最干净的，对，最嫩的。对呀、啊，像我们那边的话，就会我就曾经去水果找啊，那个老人家说啊，给你们多少咖喱，这样，我们就去那边找就搞了啥呀，就是这种，火炭母草啊。他们指定要这个东西，然后呢，我就看他们还剥开啊，比较软的地方，把那个梗的皮啊剥开以后，就在那边弄眼睛。那我是联想到说，搞了啥是这样子来的吗？这样，哎呀、啊，应该是吧？听起来是，对。可是我们的是用那个 award 的，哦。因为刚刚林正老师讲的那是最干净的那个末端、嗯、然后很嫩，应该就跟你讲的一样。嗯，对啊，一样的原理。不过我觉得伽罗沙叶比较有效，因为它很酸，然后会一直流眼泪。伽罗沙艾，很多眼泪的。伽罗沙艾，对啊。好，我们现在9:01哦，然后。哦、今天那个资料量就是很大、哦、那感谢各位我们那个伙伴提供的资料、哦、那未来、哦、我们在做教材编辑的动作、哦、因为这个东西总是比较就是说资料量比较大嘛，到时候我们放在那个出版品里面的资料、哦、可能还会请各位组长跟组员们、哦、共同筛选跟整理、哦、因为一本书、哦、只要16000字、啊、说真的不是很多。那我们这个我们现在才5月底耶，我们假设我们编辑到8月底好不好，我们9月都不要编辑，现在还有3个月，你看看我们可以一本书都可以用到快7-8万、哦、那个字数、啊、我们还要用中文描述哦，就说比如说你要用像你看我们这边就有写止渴嘛，可是如果你在教材编辑的时候你就不能这样写，我说这海棠花是一种什么什么东西，它的功能是用来止渴，它的属性是碱性，然后你要这样子描述啊，所以字更多，那如果你还要把它翻成阿美语的话又更多哦，所以我们到时候、哦、我们看我们可能到后期的时候资料量够的话，我们就会请各位我们的那个撰稿跟编稿或者是咨询委员们，我们一起讨论出用什么方式呈现这个出版品。我先跟各位讲后，主要的功能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考试用书，第二个是教学用书，那大家往这个两个方向思考，那我们的大概程度在中高级以上，大概是这样哦、我们大概是这个方向去思考、哦、还有3个月了，大家想想看。好，吴老师，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边，你帮我们说个结语、嗯、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讨论。哎，这个好了，没了病故的土地安好马肉的故事爱土地这个马肉来给他你的在安你哈拉登把他sa takto kapanaan nutirang hanen namita to pilipay megalipay ihaw ama tinisangsiyan kita
阿拉用爱心